好不好？玉兰花西施，要买玉兰花吗？给我一个机会吧。现在就是要使用清凉战术。哎，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倩。今天呢，我人身在建国北还是建国南的一个桥下，桥下下来之后，就会有一些阿嬷阿公有没有卖玉兰花？为什么都是老阿伯、老阿嬷在卖呢？为什么没有年轻人呢？我现在就是，好不好？玉兰花西施，啊，现在疫情期间我们要戴上口罩，不然好不好？我很危险啊！好了。好紧张哦，好，走，我们现在先去访问这个阿公，到底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借我们卖一下，好不好？卖一下阿嬷。今天哎，这个钻头不错的话，你之后会不会干脆就转？我直接辞职来卖，好不好？我直接从屏东批发上来。还打什么游戏？对吗？全台湾玉兰花之首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一来是怕被骂，卖不出去，就是想说，哎，这个女的有点病。我可不可以帮你卖这个玉兰花？对啊，按这个一朵多少钱？20。三朵有没有算便宜？三块不算吧。哦，3个50。你要背吗？丢啊！啊，怎么背？要背啊！啊，我帮你买1朵20，3朵50啊。对啊。等我哈，来，下一个车阵就来了。哎，这个车阵马上来，可好紧张，马上就上了吗？我使出不一样的绝招，给他敲敲门怎么样？不行啊，我等一下他妈的被挤怎么办？要买玉兰花吗？谢谢大哥，要不要买？大哥，等一下，我受挫了，我感受到台北人的冷漠，会不会我去台南卖会比较好一点的？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一朵都还没卖出哎。哎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能拖累阿伯的进度。这一个车阵，再一个车阵，为什么我卖不出去呢？买一朵吧。3朵50啊，要不要买3朵？3朵50？哎，对对对，还是6朵啊？3朵是啊，谢谢哇！我卖出第1朵，我好想哭，而且是年轻人，年轻人不是不爱花香吗？等一下，我好想哭哦，我刚刚在车阵里好无助。我遇到玉兰花，他不会直接敲车窗，因为敲车窗会让人家有点反感。他真的有心要买，他会在你走到前面之前把车窗摇下来。哎，这个工作真的超辛苦的哎！要买玉兰花吗？给我一个机会吧。哎，那个人在玩传说对决，等一下，他在看传说对决直播，然后他妈不跟我买。头大汗，然后我觉得背这个腰会非常的酸，我要想一个 B 计划，让我卖得好一点。我要现在要执行我的 B 计划了。我等一下，我全身都是汗。我们现在就是要使用清凉战术。要脱裤子吗？你们觉得？是假的，我在这边脱我会害羞哎，是假的啦。哎，这个。我要穿我这一身装扮去卖玉兰花。我刚刚一穿这样，他妈旁边的人在看我。歇了，歇了。现在几点啊？我想下班了。这货车司机没穿衣服哎，我有点兴奋。哎，怎么掉了？我沿路撒花。太悲惨了吧？怎么样？战术？你要想一下战术啦，针对有钱人好不好？可是有钱人他会不会就是他买的那个好车，然后他喜欢那个皮质的味道，他不想买玉兰花把那个味道盖住？我觉得这份工作我一个月可以上赚20万，我也不干。你等一下，如果有人给你开窗户，对不对？他说哎，一朵多少？你说1朵50送2朵，买1送2，好，再拨2粒。拿2粒，我买一下好不好？
谢谢。艳舞跳起来。不行，这一家都加了，四个人呢。骑摩托车会不会买？阿公不理。年轻人，年轻人买一下啦。哇，车震走了。真的好辛苦，冷眼对待就算了，我还赚不到钱，而且还满头大汗的。我鞠躬这样子弯腰，拜托也没有办法。我这次我会跟阿公买个3000，把你的车填满。可是其实我喜欢皮子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太辛苦了，虽然真的没有帮到他什么，有啦，50块啦。那些拒绝我的人，他们不是不买，他们就不买。不是说他们不买，他们也有自己的需求，他们可能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像你，请大家如果路上看到玉兰花，还是多多的好不好，支持他们一下。就算你们不买没关系，我们也是点个头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因为我刚刚经过，我真的那个冷漠是这样子。你们也有这么做过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好了，走了，去跟阿公汇报啊。我卖了50块而已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平均一天卖多少啊？不一定啊。最少的时候是多少钱？至少几百块，他几百块，那不就只有不到10朵？我跟你买2000呐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装3朵就好了。你要几朵？我喜欢皮革。我现在就是穿去暂避看看，到底不是道理，一定不会有人跟我卖，跟我买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去暂避，那边阿公阿伯一定不会跟我问说什么，要不要喝茶什么之类的，绝对不会。我现在去站，走。你那么开心呢、哦？哈？你刚刚被问，你现在这么开心哦？现在你要怎么说？不知道啊，怎么有人真的来问呢、欸？我现在有个想法，干脆你就继续站，我们多站几个点，看看你到底值多少钱。这样还不够是不是？没有，既然你就已经试了，你为什么不实测看看你到底？试了就好啦，就差不多啦，收工。没有，你现在真的，你去测测看，到底你值多少钱？好啊。被说服了，他被说服了。搞不好我会很高钱啊，我就直接把你什么炼金术打败。哦，炼金术多少钱？拜托，女人就是靠身材赚钱。那你先去啊。我今天不赚要10万，我怎么罢休？哎，换点啊。多少？你要多久？我很快就出来了。5分钟？哪有？10分钟算你1万。哇！你怎么算？10分钟9000。你在鱼吗？10分钟1万。好，走，你去看看。那等一下，再半小时。因为等一下5分钟哦，有约，可以约个10点。10点半，一样来这边。嗯。多少？10分钟2万。多少钱？10分钟2万。10分钟2万。小姐多少钱？10分钟3万。谢谢。Hello。10分钟3万。谢谢。谢谢。20分钟。多加一点。10分钟2万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喝茶吗？不是啊，这天气这冷，就你穿这短袖，袂使啊。袂啦，袂啦。
应战出多诶。对，啊，你怎会做这個？没有啊，就来赚零用钱。赚零用钱足侪方法的啦，唔是讲直接赚就好啦，足侪工课啦，像讲囝要怎咧大公司上班，还是你要想要上班，我能帮你介绍啦。没关系啦，做这陪目听，把你工课弄好啊。生得这少年的，这水的，你做妈都拢会使啊。就你去看麦啦，增广见闻，哇，去去看麦咧。有代志无？啊，无，谢谢呢。我帮你叫客人车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就回去。那你几岁？二十几。我查某囝同款大汉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伊在来做公司的正职啊，一个月才两三万，嘛是咧赚啊，赚无多，但是经验慢慢累积，嘛当较好啦。嗯。就唔甘的，像我看跟查某囝同款做这个，讲实在，你会当做几岁？你赚嘛是赚即卖尔。嗯。啊后世人要怎？啊后世人你袂法度赚啊。做这啊你。无前途啊！你讲钱可能赚较紧，但是赚较紧嘛是赔较紧，真的啦。啊，紧转去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得过啦，有代志无？哦，好，真的啦，谢谢。是，拜拜拜拜，那个姐姐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回到家了，我原本今天是想要来打脸我朋友，说我出来卖这件事情，结果殊不知一堆阿伯来问我多少钱多少钱，几分钟几分钟，还有那种一整群的虎视眈眈的要购买我。然后到中间呢，有遇到一个阿伯，他原本就眼神交流之后，我以为他要来跟我问价钱，然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天气这么冷你怎么在这边，然后结果他就聊聊聊，他就说他有一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，他女儿就是可能只赚了一两万块，可是过得很开心，就是在用他女儿来提醒我啦。他一直叫我离开这样子，还要帮我出建车钱。那个阿伯来之后呢，我真的很想我爸。我爸如果看到这影片，不要打我，我只是在体验这个人生哦，爸。